个祭司，这个神学观念是拍破了咱会众来礼拜时阵只能被动参与。其实咱来礼拜不是做礼拜，咱来礼拜是来参与，是做会，咱不是观众。最近来电视上咧咧报啥？这个礼拜是什么大日子？奥运。奥运，双手底下哦热身，然后上场比赛，然后做了观众看下。咱不是去，咱不是观众，咱不是去参加看礼拜，咱是参与伫内底，咱做伙来礼拜。所以呢，等下呢，我要吩咐来邀请咱孩子们去，咱们做伙来唱。头前第一站就好，就是大家拢是兄弟姊妹，弟兄姊妹，因为伫到遮嘛，就是做伙，咱们做伙来参与，咱们一句一句，然后来介绍来欢迎吼。我来首先来先请，今仔日重头戏哦，咱下咱的松年团契要唱真古锥的歌，而且很有创意的歌曲嘛，咱请伊起立好，来，咱做伙来。感谢您今天给的好事哈，来，各位哦，大家恭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Thank you.
上是就是嘛。我听不得一个外面经济施洗持续思想包括会众时被动参与礼拜的顺序的制度。会众吃西瓜是把平台这些最显而易见的呈现。所以我想你想说那你跟你休息吗是我跟你休息吗我跟你休息吗是那你天板是我跟你天板。信用变你在大家手的观念变你在压力机会主内一家的关系。啊休息吗是变你不管你的心理的关系。我跟你休息吗那你休息吗那你休息吗那你休息吗他的房产去哪里来？他的房产属于送整体的阳光，你心里难过。你那心里好难过，他的地主去哪里来？他的地主公婆对你好，是亲家，是好朋友，是温柔，是好上相，是有怜悯，是结好的最最好的亲。爱一个人就较少，所以咱要学会求人。请求